抗议市政府为着要来处理着劳资的争议，保障着劳工权益和稳定劳动关系，和嘉义市劳动局人力资源发展协会合作，日前是在嘉义市劳动局人力资源发展协会来举办着劳资争议调解合作签约的仪式，将委托协会来办理着劳资争议的调解，后面将会当加一处选择调解的场所，现场同时阁有专业的独任调解人为进行调解，出现在这场的和谐。在劳动部劳动关系司专门委员王素琴的见证之下，嘉义市长吴敏辉和嘉义市劳动局人力资源发展协会理事长刘春霞共同来签署着合作的契约，同时颁发聘书给出席的14位协会调解委员。未来嘉义市政府将委托劳动局人力资源协会协助加入劳资争议调解的行列，促进这场和谐，保障劳工的权益。所有的委员都是经过考试，经过劳动部所认证的。那我们非常感动，在这里包括了有资方，甚至呢多数的劳工朋友，而且很重要，他们都具有相关的法律常识，而且具有调解的经验。更重要，对于调解的技巧，他们更是从情理法里面去推动。很重要的就是解决了更多的讼源，那这一切的一切就是为了和谐，有和谐才有往前进的力量。市政府因为过去我们虽然面对了劳资的一个不同的意见的调解的时候，虽然也达到了某部分的百分比，但是我们还是觉得这还有不足的地方，毕竟空间也有限，人力也有限。现在透过我们协会来协助，能够让更多独立的调解委员来对我们协助，那让我们所有可能有需要的朋友，你有更多元的选择，那在这里更轻松更自在，彼此在调解之后能够更愉快的，我们继续来努力。再一次感谢大家。毫不再心急，嘉义市政府委托嘉义市劳动局人力资源发展协会协助办理劳资争议调解，后面将加一项的选择机会，申请人会当依照着意愿自由选择要在社会出来进行调解，或者是委托嘉义市劳动局人力资源发展协会。嘉义市劳动局人力资源发展协会具有隐秘性真高的调解室，阁有专精善定沟通的独任调解人，为劳资双方来进行调解服务，以减少劳资诉讼的机会，促进这场和谐。最新新闻，张定顺、王秀山，嘉义市彩虹报道。旺 TV 行动客服全新登场喽！现在只要下载旺 TV 行动客服 APP， 并登入您的收视户资料，就可以马上查询电子账单、发票及直播频道等行动账单客服服务，让您带着走，一次满足所有需求。旺 TV 行动客服最聪明，请快去下载哦！旺 TV 数位电视。